hit.怎么样，休息的还好吗？没错，我这里的环境还是很好的，不像沙漠。哎，这可是为数不多的优点啦。不这样说自己也没关系的啦。是实话哦，要知道，沙漠里充满了令人讨厌的回忆，对我来说就像，对，就像污泥汤一样。真是个奇妙的比喻。 要是伊迪亚不说，我都快忘了，这个圣境居然是在沙漠里。我懂，这里的空气一直都很湿润，更像是待在雨林里。我再熟悉不过了。各位看起来都休息完毕了，那我们出发前往北边的森林吧。各位一路顺利，带着我的饭一起加油。不必道别，我们当然是包括伊迪亚小姐你的。 哎，等一下，我不就是一个吉祥物吗？不可以退缩哦，伊迪亚小姐。游园会管理人还等着见你呢，说是只有你才能处理。嗯，是我和柯莱在森林里发现的。负责管理那片游园会区域的人似乎是一位素轮派的学者。学者？ 好一双慧眼。
读书并不会让人变聪明，看看教林院里的你。无处遁逃，不过须臾之梦。和同伴们一起分享收获吧。这个宝箱埋伏了我。
聚收并蓄，结阵。天动万象，兵贵先生。永别了。好一双慧眼。这些够我躺三天不干活了吧？啊，终于有人来了，让你久等了，麦蒙小姐，伊迪亚也来了。谢谢你，克莱小姐。哇，好久不见呀，伊迪亚，没想到你真的出现了。我还以为你会一直缩在一个谁都找不到的地方独自哭泣呢。说这种话不太好吧？总觉得好像不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评价了。好，我哭，我现在就哭给你们看。别这样。好了好了，是我严重了。这两位是。你好你好，我是派蒙。他们都是我找来的可靠帮手，你可不能像对我一样对他们几位。嗯，两位好，叫我麦蒙就行。那我就不多做寒暄了，请各位移步。这样一个大帐篷，厉害吧？
是我帮忙做出来的。说到庆典和游园会，就应该有好看的大帐篷嘛。我就知道，伊迪亚只是为人谦虚了点，实际上深藏不露呢。哎，怎么了，克莱？不好意思，我想到的是……没事，想到……这里虽然设置了……不瞒你说，这本应该是个挺热闹的地方，就在前几天，不知出了什么……就像天和地突然翻转了一下。对，龙湖里的东西落入大帐篷，将里面的京灯从大帐篷的顶部打落。那个京灯，没错，就是某个人说庆典就得有漂亮的光做出来的那个京灯。京灯掉下来之后，大帐篷内也乱作一团，水形幻灵也被困在了里面。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，等等，自告奋勇？是啊，他根本没有听我的警告。然后呢？是啊，你别说话只说一半。然后就没有然后了，他和我的水形幻灵朋友一起被困在了里面。这不行啊，麦萌小姐。我知道，但里面的情况可能比各位想象的还要麻烦，还请做好心理准备。在这凭空猜想只有浪费时间。来吧。本来里面是个大舞台，但在深境发生动荡以后，场景的性质也产生了变化。原本悬挂在高处的灯和京灯一起落了下来，对修理造成了不小的阻碍。是路变得很难走吗？主要原因是灯光。各位有登上舞台的经历吗？一旦灯光……对我来说还是有点……我也是。明明很不擅长说，还是有些放不下吗？说出来你可别笑。没什么可笑的，而且至少我觉得是这样。你想，你各方面资质都很好，要是和我一样从小就开始……不不不，绝对不可能的。我也不行。不妨找时间跟我学学吧，总有一天你也会成为杰出的舞者，到那时你将足够耀眼，无惧于身外的光。尤拉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在发光了。真的没关系吗？你不会偷偷在心里笑话我笨吧？哼，我在你心里是那种人？不是啦。好吧好吧，我学就是了。好吧，看来不需要我再警示什么了。总之只要拉开幕帘就能够看见舞台了。什么？是我的京灯被锁起来了。想办法恢复吧，得让下面拖着京灯的台子升起来。没记错的话，周围应该有控制舞台的机关吧。来，斯格劳伦斯先生，来，一人一颗。什么呀？糖？啊，谢谢。啊，这个味道和彩镜飘出来的香气是一样的。没错没错，吃了甜甜的糖果，心情也会变好。
谢谢你，吉祥屋小姐，她让我觉得好多了。这个家伙居然能好好的向其他人表达谢意。尤拉小姐这几天可担心你了呢，向我确认过好几次你的行踪。这下两位终于团聚了，我不用再被问东问西，真是皆大欢喜。容我声明一句，我并不关心这家伙的安危，你要是想胡说八道，在嘴硬这一点上尤拉也不输呢。我也觉得要是想胡说八道，至少再给我一颗糖啊。哦，好的好的，糖还有。对不起，我知错了，确实给各位添了许多麻烦。早说不就好了，我回来了。没有没有，别在意。那就收拾收拾继续向前修京灯吧。对了，莱斯哥先生身体不适，我带他找个地方休息吧。嗯，我们劳伦斯的表亲在我找你算账之前好好会。平台继续上升的办法，估计也得找找类似灯那样的机关了。真奇怪，那个人真的是我认识的莱斯格吗？总是以前的认知做基准，可不作数。人是会变的，人总能做出选择。啊，那里有一只小水珠，是水形幻灵啊。没想到他被关在幕布里面，还好看上去没事。是神奇帐篷吗？里面比外面大，故事里不也经常出现这样的场面吗？哎，
又出现了新的道路，这里应该是最后一层了吧？安心安心，已经快到大帐篷顶了，最后要做的就是让京灯从大帐篷的顶部升上去。嗯，塌下来之后才发现，这个台子升到一半的时候，真像大巴扎的舞台啊！你们去过大巴扎吗？我没有。我跟提纳里师傅去过几次，那里有各种商贩，真的。哦，须弥的舞蹈，说的我也想看一眼了。要是回城的时候顺路就好了。不顺路也没关系哦，只要优拉有。好啊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这么想来，还真是去过很多很多次，数都快数不清了。是吗？我的父亲当年在大巴扎帮忙筹办庆典，每到庆典都有糖吃。小孩子懂什么呢？吃到糖就很开心了，就觉得庆典啊、游园会啊是很好很好的东西，也总觉得父亲很了不起。长大后，但卖萌小姐是教令院的学者吧？据我所知，卖萌小姐是……在我想成为的人与父母想让我成为的和优拉的情况，我想你现在已经意识到了吧？所以你才会布置这些摊位。对，但我发现参加庆典和举童年之所以无忧，但父亲深知筹备，自暴自弃的在沙漠里做地脉调查，好不容易有了个达成愿望的机会，在看见成果被破坏之后，卖萌小姐没有自己说的那么糟糕，你有改变的勇气，真正自暴自弃的人是绝对做不到这些的。克莱，我自己清楚自己的情况，这也不算是安慰了。有时当事人这个道理我也是从优拉身上明白的。嗯，你想说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我们还是快点把京灯修好吧。彩片融化了，因为彩镜是用很容易被光融化的材料做的嘛。感觉能闻到一些甜甜的味道。Thank you.
要让京灯升上去的话，还得打开大帐篷的顶部。伊迪亚小姐，我们出来啦！啊，我还想着你们也应该早就出来了才对。莱斯格先生，哎呀，就算是我也能做到一看到他这样，真不知道该担心还是该欣慰。巨大的，等等，刚才的影子，好吧，看来他完全恢复还要再过一会儿。怎么样？一切都还顺利吗？当然了，旅行者派蒙克莱小姐和尤拉小姐加起来什么嘛，才40倍，只要先觉得自己输了就能够立于不败之地吗？好可怕的任性。哎，怎么回事？我怎么从大帐篷里出来了？对了，我遇到了尤拉。这就是一些治疗的副作用了。虽然还是有点晕。莱斯格劳伦斯。尤拉，好了好了，我知道了，我会乖乖和你一起回蒙德，不再想着。真是奇怪，你竟然变得如此好沟通了。既然如此，我必须承认，刚开始我确实是为了，但一路上我花了很多时间，还迷路过。我经过了黎月和虚，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你和我们都是成长于桎梏中的玻璃棋子，唾弃、憎恶、故，就像是一场漫长的拔。都是事实。是啊，都是最近我和其莱斯格，你我。本来我想等处理完这，你看，关于这一点，没关系。看清我想成为的人，如何寻找莱斯格？回去以后。那我说，这也是我在想的问题。劳伦斯就像这片舞台，曾经光辉无比，但过去的戏剧都已落幕，我们也是时候更新它了。因为他是这样的人，才能够随时随地起舞吗？顽强又坚毅，但也很剔透，像冰块一样。你们这是聊完了？看上去是的，那这个给你们吧。啊，是掉落在这里的零件。你刚才也没问啊。那这一份零件也先一起保存在旅行者手里好了。哎，这个东西总觉得很眼熟，是不是在哪里看到过？嘘，不要在这时候吹嘘英雄事迹了。上次庆典的时候我也买过一盒。对，庆典上经常拿这个来装糖果，这也是当时制造出大帐篷的素材。既然大帐篷恢复了，变成大人以后再吃糖果盒里的糖，总是不如小。哦，所以归根结底，吃糖就像人。这样一来，我们也找齐。不过，修复大帐篷花了大家。